谢大家。那我们下一位欢迎 Janet 陈心雪，如果没上，在就好了。是不是唱得很棒啊？我的天啊，那个其实刚才在后台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很紧张，因为呢有了很多的阴影，就是以前我当歌手要上台之前的那种感觉，好害怕。
然后呢，每次在台上唱完呢，我就会听到下面有人在讲说，不愧是偶像歌手，对，然后也有听过最狠的就是说，他要好好去把握在台上的时间，应该没剩几次机会了，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次呢，可以退出到幕后，然后呢，可以签下这么好的声音，我觉得呢，也是等于说弥补了我当初在台上的那种不足的地方了。对，那因为呢，跟毕国勇，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毕国勇呢是我从6岁就认识的，对，然后大家应该也听过被他霸凌的故事，对，从小被他霸凌丢到垃圾桶里面了，对，也从来没有想到过，一个从小霸凌你的人，现在会成为你的搭档，一起来开公司，然后呢，签一些很棒的歌手。对，那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 Morrison 跟 Janet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呢是偶尔娱乐的成立，那 Morrison 跟 Janet 算是我的小孩了，对不对？那妈妈是谁呢？应该就毕国勇，对，Peggy 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跟我的另外一个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对，刚好一男一女。好，那就祝我们偶尔生日快乐。来，中间站一遍哦。
拿回这边，谢谢。右边，下面右边的。好。来，左边。来到右边这边。这边。好，稍微这边再一次，然后动作有点不一样，好不好？OK， 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OK， 很好很好，对。你一直可以做一些手势。好，三位这边，左边，谢谢。右边，左边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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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好吗？三位这边再一次，谢谢。哦，哎，师姐这边，你 OK 吗？好了吗，大哥？收了，收了，收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先请上一下 ，Peter 哥先开始。Peter 哥，两位先旁边请，先拍一下，大家注意好吧。这边也谢谢。